咱有个网络流行语啊，就是什么什么惹，很多小女孩很喜欢说，哎呦，她可爱惹。你觉得这个小女孩在说什么什么惹的时候，好像有种撒娇的这种语气在里边。你说这种语气的感受对不对呢？它是对的呀，因为惹这个字儿，它在造字的时候本来就自带一种撒娇的属性啊。姥姥给你讲一讲这个根源。好，你看啊，这个惹字上面是一个若，然后下面是一颗心，对不对？那这个若字是怎么来的呢？嘿，你看啊，我首先给你画了一个跪坐的女子，然后这个女子和跪坐在那干什么呢？把她上面那个头发画得挺夸张的，然后她伸出手来在干什么？哎，在梳理她的长发呀，是不是？虽然我这个字画得挺难看的，但你能想象一下那个女孩子梳理长发那个特别美好的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样子，对吧？于是你看这个若字，它就有一种什么东西和什么特别像的样子，因为女子这个样子看着就很顺从嘛，她很顺从的就是和谁谁谁一样了，对吧？哎，就女孩子一个这样梳理长发的这样一个特别娇媚的样子，下面是一颗心，什么意思？就是让人心动的意思呀。哎呀，小喵老师录视频录的真是太好惹。